年两晚的红馆演唱会，继第一晚请到许志安之后，这晚就有侧田助阵，两位唱得之人同场合唱，最得益的梗是一班歌迷啦。好 hot 喎，今晚真係好 hot， 我唔捨得走啊！留喺度啊！呢個草好舒服嘅，可以瞓下。整一首得唔得咧？我哋。首次踏上红馆舞台，佢嘅好姊妹 Aga 江海嘉当然要嚟支持啊！除了为歌迷请来强劲的嘉宾阵容之外， Jenny 都很落力献唱，以最好的歌声答谢歌迷的支持啊。为了今次处女红馆 show，Jenny 事前真的好俾心机彩排噶。依家演唱会告一段落，佢虽然都有啲唔舍得，但都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啦。开完 show 之后啦，妹话最想做嘅系乜嘢呢？其实食嘢咯，食嘢，因为瞓觉咯，食。是啊是啊，呢段時間其實都好緊張，心情一路好緊張，瞓又瞓得唔好，同埋食嘢食得好清淡，日日都係食啲冇味嘅嘢。咁而家可以放鬆少少啦，想食多少少嘢啦。跟住我會帶屋企人一起去旅行嘅，都想放鬆慶祝下啦。係啊，會去邊度玩啊？去泰國，泰國係即係陽光海灘咁樣。係啊 ，Jenny 仲話今次個 show 令佢累積咗好多經驗，自己嘅表現都有80分，不過都仲有進步空間，希望下一次做得更好啊！